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今天的话是8月13号礼拜五啊，好，恭喜各位好朋友，明天又放两天假了哈。好的，好，那在我左手边是长颈鹿公主啊，她有这个张昭哈333的化身，她叫我先打她哦，我先打她看看好了，看她水房多少。好，我先把护腕换一下，我先把护腕换一下，我换个护腕，然后 OK， 好，现在来打她。好，待会我要给他打，我要给他打。好，因为我的水房啊，我已经撑到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数字哈，给各位朋友看一下哦。换上这个龙鳞护腕，因为龙鳞护腕的话有加水房哦，加10%。好，给各位朋友看一下。好，现在的话水房有没有看到69啊？好，69非常非常的高哦，我就不相信哦，这么高的水房他会把我秒杀。好，69哦，除非说这个风水非常高啊，不然的话应该没办法把我秒杀。哎呀，好，一风就中了哈。一封就中，因为我长老化身武将祭封咒的话有加，好，而且我有觉醒上去，所以他这个封的时间大概会有40秒钟左右，好，那封的几率的话大概是 50%。 好，在这边给各位朋友看一下，武将祭，在这边武将祭，冰、不是冰堡，武祭封咒，武祭封咒在哪边，在这边，好，这个几率的话是 51%。 好，那时间的话是 11.5 秒。好，不过有朋友说就是 这一招的话不是很好用。好好的，给他打给他打，我先补个命，好，先补个命。好，现在我跟他讲一下好了，他现在可能不知道。哎，挡住了。好，我挡住了，我问他一下好了，是不是有这个张昭化身？问一下好了，你，等一下，你有化身吗？等一下问他一下好了，好，问他一下好，你有化身吗？我挡住了呢，天哪、啊，哇，挂掉了，可恶，好，可恶，可恶，爽没多久就被挂了哈，奇怪，他刚刚应该是没变吧？我问他一下好了，奇怪，为什么刚刚有撑住，现在都没撑住？再看一次好了哈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我看一下哦。哎呀，我的这个加护符又没有了哈，躺掉的话就不见了哈，还要再补一次。等一下哦 ，OK， 好，69了，69了。哦，张昭333，好，我再看一下，再看一下。啊，不行！哎，天哪，他这个有点痛啊！哎，他两下我就死了，这个伤害有点夸张啊！这个，哎，这个恶心到爆炸。这个比之前打我的那个赤脚半仙还要夸张哎！这个我问他一下好了，他这个机体有点恶心啊。等一下哦，你等一下，我跟他讲一下好了，两下我就挂了，好，我就挂了，我还撑不到四，我撑不到五下，我撑。等一下，他说雷击闪哦，如果狂雷不行的话，那雷击闪应该 OK 吧？哇，刚刚那一招是什么？好，这一招的话我就不清楚了，应该是灭鸟结界。哎，雷击闪我闪过了哈，啊不是，是我真的是闪过了哈，因为我走下来的。好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刚刚去接收那个雷击闪，结果我又闪掉了哈，运气好又闪掉了。天啊，雷击闪也不行啊，好，雷击闪也不行哦，雷击闪的话伤害好像10000多吧，好，10000多。那如果他刚刚不知道有没有增进哈，刚刚应该是没有增进的样子，因为他伤害蛮固定哈。再一次哦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好，再一，我跟他讲再一，好，再一，好，再一次雷击闪，我刚刚没有看到雷击闪。好，这个就是有增进啊，如果说有增进雷击闪的话，一下是17000多，好，被秒杀，好，被秒杀。哎呀，要打魂了，我在想他到底应该会爆免。好，我好想要看他的机体，我问他可不可以让我看一下好了，可以借看机体吗？好好奇你的机体哦，真的 很好奇耶，真的好恶心啊。既然狂雷一段就把我打趴了，一段伤害就15000多，如果说打5下的话就75000多。好，他会不会想分享给我看？问他一下好了哈。等一下，那个伤害恶心到爆炸哦，伤害恶心到爆炸。对啊，我很好奇耶，他的这个武将技趴数到底多高啊？或者是他这个智力到底加多高？不然的话，怎么会一段的狂雷打到15000多、17000多？真的有点太高了哈。好，等他打字哦，等他打字。有没有到？这次的话运气比较不错啊，这次的话撑到3段哦，刚刚的话2段就挂了，而且我的水房是有撑的呢，我的水房的话目前是64，好，那如果说我加护符的话是69，哦，所以说以我这么强，就是也不是这么强，就是说，而且我的装备的话，我还有减那个武将技伤害减免哦，还有加3%哦，就是别人打我的话会比较不痛啊，结果没想到还是一下被秒，他说有增进比较稳，哎，如果说无增进的话，我或许可以撑得下来哦。好，无增进看看好了，无增进我或许可以接下来无增进看看，好，无增进看看，我等一下我顺便点他一下好了，不，说不定可以看他的机体角色资讯啊，不行，好了，关掉，而且他等级好高，122，好，不行啊，好，如果说没有增进的话，一样还是一下把我带走哈，一下的话伤害是9900多，
在水房69的情况下，一下9900多，所以这个应该是没救了，应该正常玩家遇到他应该都是被秒杀的，好吧。好，这个五啊，这个五9900多，如果打五下的话就是，那9900多的话其实算10000了，所以五下的话差不多是50000，五万。那如果加增进的话1.5倍嘛，所以是7.5万，所以遇到他的话基本上来讲，水房再高应该都没救，应该都会直接被秒杀，好吧。好，我要提醒他去报名武魂哦，因为明天又要国战哦，礼拜六要国战，如果没有报名的话哦，到时候对啊，到时候少了一个武魂哦，这个人头数就有差了，好吧。我先跟他讲一下哈，感谢分享，感谢分享。这个让我见识到事实哦，就是水房再高都撑不过这些高手的一个框垒，拜拜。